Hello，晚上好，嗨，嗨，对，涂了个口红，谢谢打羽毛球遥远版，吃啦，晚饭跟妈妈、爸爸一起吃的。晚上好，好久不见啊。对，是有点困了，因为今天没有睡饱。本来晚上想睡会儿的，但是呢，一直在忙于给坨坨和除夕做心理的疏通。嘿嘿，对，我很多。很多白色的 T 恤，听得到吗？除夕边走边骂骂咧咧，谢谢啊，谢谢。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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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呦呦，还伸爪子呢，我都不怎么敢抱它。啊，人家又没招惹你，除夕。干嘛呢？主席在直播呢，不能这样，知道吗？主席，爸爸，你又不会，哎呦，都不让抱抱了，不让抱抱了，好好好。对，他不知道怎么就那么凶，看不了，想给你们看，你们看他就凶我，太吓人了，哎呦，朱熹你这样有点搞笑，你知道吗？人家坨坨都不理你，就你一个猫猫在那边。对，他可能最近性格不太好。什么？坨坨就是怎么说呢？就挤着个胖脸在那边。其实刚刚劝架的时候，有点被挠到了一下，但还好。对，他的记性不太好，所以说就。都不认识，没破皮，没破皮，就抓了一下我的手，就我想摸摸它，不要生气，它就想以为是什么东西，以为我是坨坨吧，谢谢，对，初次见面，可能今天刚好遇上心情不好的时候。嘿嘿，现在在抓猫抓板。除夕，我给它吃了个猫条，它一边骂骂咧咧，一边在那边，谢谢，神乐雨清，是这么念吗？它应该就是害怕。太过分了 谢谢盐水，盐水，谢谢。好像有点感冒了，对的，现在有点鼻。谢谢 zo zo zo，谢谢周周周。谢谢投票，做了个噩梦，是不是梦见除夕哈你了？小感冒还不至于吃药了，他在家里可嚣张了，
总是主动去招惹皮皮，跟个傻子一样。谢谢谢谢投票，谢谢。好的，多喝热水。谢谢星期九再叫醒我。好的，会等星期九再来叫醒你。对呀、啊，因为他明知道自己会被打，但还要去招惹他，不是傻是什么？谢谢本云本云的投票。吸管不怎么玩了，我今天特地去商场要了一个吸管。谢谢投票。然后回来给他玩，他可能刚好压力大，就不想玩。谢谢。梦到蓝头发不应该很好看吗？谢谢。谢谢。啊 ，two 黄一猫三口，他有啥压力？你们叫他东北大饼呀。谢谢海岛居民。王阿姨见到了，王阿姨也有被凶到。楚曦，你看你再这样把爱你的人都吓跑了，好吧？他王毅才不会不喜欢你。是吗？是我叫的吗？啊，是我起的吗？不是吧？我怎么不记得呢？我怎么记得的是你们呢？对，还没有回来，到现在还没有洗过衣服呢。他就没有好好在我面前出现过。他一直在我这个现在这个地方，前面就一直在这儿待着。哦，不是，他躲在猫抓板上面，就是还是有点陌生吧。大概就是因为，谢谢投票，可能是因为我把床拆了，然后哇，房间整个大改变的。谢谢 Casey 呀。对，今天早上起来就有点感冒。还没呢。什么？谁又说我痘痘炎了？拿下去。空调开了21度。好像开太低了啊。因为昨天晚上太热了，就不知道怎么半夜特别热，我就把它调低。忘记了。谢谢。好了，开到25度。26太热了。27，我觉得跟没开一样。30，那我把空调关了吧，我跟小花一起睡吧。小花在食堂睡的都比我在这儿凉快。28，那你家空调好好，我这空调不行。真的25。真的25，看不见。对，我发现它显示器也不对，它就是25。对，空调制冷不行，所以说我不知道它的这个程度在哪里啊，不知道它这个水平在哪儿。
我就试一试，就试一下21的水平。我现在睡觉，我还盖那个空调被呢，我盖空调被都嫌热。水平，哎，能把我冻感冒的水平。坨坨现在在我的床边边，可能那里他经常睡在那儿会有安全感，他就一直待在那儿不动。晚安，我明天也要稍微早点起来。风速啊，风速怎么调？哦，现在是高速。谢谢投票。这怎么？啊，可是这样不会热吗？谢谢一群萨摩耶的投票。他的厕所还没发货呢，是感冒了。有点感冒，对，明天就有工，就每天都稍微有点工作安排。眉毛是不是又变浓了？可能好久没有刮了。坨坨，你来干嘛？谢谢一群萨摩耶的投票。坨坨，干嘛？哎呦！你要过来干嘛？要上镜啊？谢谢投票，抱不了你，你太远了离我。坨坨，坨坨，来营业了，你能跳到我身上吗？坨坨，坨坨。怎么办呀？除夕不记得你了。哎呀，除夕来了！除夕，托托你下去，他肯定会。你还没下去，他就已经哈你了。对，我们托托也不知道是懒还是乖。反正很少动，可能他现在有点害怕。信息不给报，一报信息他就哈我。出现，谢谢投票。垃圾兮兮，他这一次适应能力比较差，来晚了吧？除夕他就露了个耳朵，还没见过丢丢呢，估计也要把人家丢丢吓坏了。除夕，哎，找不着了。对，以前他也这样。像头像那么画回去吗？谢谢，歪屁股兮兮的皇冠，你歪也没用，你歪了除夕也不会出面的，他还在抑郁着呢，还在焦虑，这是什么？狂躁，坨坨的厕所还没到呢，今天才买。谢谢。他，对，这是应激状态。我给他吃了点那个猫条，不知道他会不会放松一点，感觉睡一觉应该就好了。哈我，
谢谢。两只猫隔开，隔开隔哪儿呢？怎么隔呢？谁住厕所呢？对，睡哪？当然睡地上了，睡猫抓板上。它不可能睡在我床上的。厕所都没到呢。对，他边吃边骂。谢谢歪屁股嘻嘻的投票。坨坨真的有20斤吗？大家都来求证了。对，我还录了一个视频。还有没有？哇哇哇！辟谣了，辟谣了，只有16斤，我们坨坨只有16斤，他只有16斤，大家不要再说了，他就真的只有16斤哦。坨坨的毛能有4斤，坨坨的手和脚都很大，所以说就也占挺大体重。坨坨很瘦的。除夕10斤，谢谢轩轩淘淘，谢谢。洗完澡会发现坨坨眼睛真的很大，哇，17斤，跟坨坨应该很像吧。对，除夕它长不大。谢谢。毛多脚大手大，我们坨坨真的不胖，他的眼睛也很大，胡子又很多，就长了很多。坨坨真的好像妈妈，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在夸奖。嗯嗯，坨坨眼睛像 SMY 没有错啦，和我一样很大哦，是帅哥，那必须的。今天连王毅都说，哎呀，我发现坨坨越来越好看了，这叫什么养成之光。还好吧。谢谢一眼之念，一念执着，谢谢两个一。对，不要攻击除夕啊！我们除夕他就只没有脖子而已，他其实也没有很胖，他只是没有脖子。除夕呀，谢谢。除夕他何止不记仇呢？他什么事都不记。突然大脑有点宕机。他太容易忘记了，怎么会呢？对，有点感觉什么热热的，跳到25度，是不感冒了，开始有点热。除夕还挺喜欢我妈妈的，可能过两天她就不喜欢了。因为忘记了，谢谢海岛居民的投票。
亲近自然呀，我现在很近呀。除夕现在就在面壁思过。不热了，你房间这么小，两句话都看得我很生气。我的房间也还好吧。啊，完美超载的音源已经发了，就在我直播前发的，刚刚已经发掉了。那确实，就是开空调很快就能打足，就凉爽。呵呵，闷声说，传个音乐。虽然我也不知道，我昨天其实传的时候，另一首歌也有问题，就是说什么审核有问题，发到了 B 站。对，不能一直待在空调房里，我还好。项链很好看哦，那必须的。放点音乐听听。对，叫沈女士下划线。为了听瑶瑶唱歌，看了无数遍，觉得不应该是看舞台吗？嘿嘿嘿嘿。音的大有音源了吗？还没有，我清唱完美超载，他的副歌。坨坨，你怎么在舔地板啊？因为我今天给除夕喂猫条，没有喂坨坨，就坨坨在旁边，他想吃。我说你不要过来，你过来你肯定会被凶的。哦，他现在就开始舔地板，舔除夕吃剩到地板上的，好可怜呀！坨坨，我一会儿结束了给你吃哦。因为没有在歪屁股，我只是因为想让除夕稍微放松一点，就喂了他一个猫条，然后我又怕坨坨过来吓跑。哎呀，开心了吧，歪屁股嘻嘻，听到我这么歪屁股除夕，开心了吧？谢谢达冰浪玉最爱坨坨小妹妹，好吧好吧，我一会儿给坨坨吃两个猫条。怎么的？歪屁股嘻嘻，你也同意是吗？为什么？谢谢大冰当玉最爱坨坨小妹妹。那明天他们再一猫一根好不好？不能多吃的，吃两个猫条够了。今天除夕已经吃了两个猫条了。谢谢歪屁股嘻嘻，今天除夕已经吃过两根猫条了。为什么 S one 会认识这四个字？因为 S one 很聪明。谢谢达冰囊玉最爱坨坨小妹妹。不能在家了，今天不能在家了，就明天再来一根。谢谢打羽毛球坨坨吃醋。吃醋，那我一会儿喂两根已经很多了。什么？现在已经是明天？不行不行。谢谢夸奖。对，要少吃点。那等会儿我再给他们吃个罐头。我晚上吃了，晚上和妈妈吃了哇哇。还有我爸爸一起吃了哇哇，今天我有好好吃饭。坨坨，别舔了，舔的我，
舔到我心里去了，舔到我心疼啊！天哪，舔的这么用力，这是有多入味啊，坨坨！是有多入味啊！现在就喂，现在就喂，你们会看到，除夕也会凑过来的。除夕在茶几底下，不知道在干嘛。我去拿一下，猫条。放哪儿呢？坨坨，怎么喂你呢？看，除夕过来了。哎，除夕。可以啊，不可以啊，除夕，谁不理我？兔兔，谢谢。偷偷温柔，偷偷多吃点太少，偷偷你这样搞得像我没有喂过你吃饭一样。哪里有饿着，他就是馋着，看看他吃饭的地方，多么的丰盛。他就是嘴巴馋，好大一碗，想尝尝，它里面还有那个鱼子，好像广告。坨坨吃的冰淇淋了，除夕，除夕，哎呀，这么着急，嚼起来有味儿是吗？哎呀，你这吃的是太恶心了！你别把塑料给吃下去啊，坨坨，好恶心哦！还喜欢嚼吧嚼吧，他可能觉得这样有味道，没了啊，把它舔完就没有了。还有一个，怎么的呢？是怕我，生怕我不给。好，等一下啊。哎。主席，你要不要吃啊？嗯？啊！
怎么不吃了吗？哎，坨坨不吃了。哦，原来后面有出息。坨坨啊，不对，除夕的眼睛好小啊！除夕啊，这是给坨坨的，你还吃吗？嗯？除夕，凶归凶，吃归吃，是不是？谢谢睡醒的投票。你怎么也费劲儿呢？这么不情愿就别吃呗，感觉像委屈你了。谢谢。我叫他，只是叫叫他。除夕呀，还凶吗？哎，还凶，凶就不要吃了。嗯？时刻防着。看出新的小手手，还熊，嗯，出现，这是你今天的第三根毛条，希望你能开心一点，好吗？出现。没有歪屁股，坨坨不吃。好，我欠坨坨两根。眉毛是不是长长了？对，坨坨应该也是被吓着。嘿，把鱼子吃了。看坨除夕吃漏嘴巴，坨少是不敢吃，坨坨，坨坨，让我摸一摸，我都给你吃猫条，你还不给我摸？让我摸一摸，摸一摸，啊，不给摸你就走，啊，凶。太凶了！首先不要屁股对着，转过来，还露，咂巴嘴就咂巴嘴的，还露出来呢，让我摸一摸。啊，你是不是除夕啊？怎么回事你？过来，除夕。过来，除夕，吃吗？除夕，吃吗？除夕，吃吗？好冷漠，除夕，还凶我，除夕，吃吗？吸管玩吗？吸管，哎，吸管，哎，吸管，除夕。不强求，就这样吧，才不想摸它呢。除夕，哎呦，坨坨就这么看我，谢谢。坨坨。
朵朵现在趴在我的衣服上。朵朵，对，我刚刚喂猫条了，手擦擦，好。没有安全感，可能是吧，但我也不知道怎么给它安全感，我就只能用吃的来贿赂它。哦，坨坨又去地上了，他又去吃刚刚除夕吃到地上的残渣渣了。坨坨，你的胖是我给你喂好吃的喂胖的，绝对不是捡地上捡垃圾捡胖的，好吗，坨坨？坨坨，哇，谢谢小管家坨坨，好可爱的九九九，谢谢谢谢，立马加根猫条，等坨坨心情好了，再给他三根，谢谢小管家，对坨坨的爱。对，欠三根，狗条，狗狗也有狗条，没有，真的没有，我给了他不吃，他可能害怕，等会儿我强行给他喂，他会吃的，等他吃的时候就给他多吃点。但是他不敢，那我等会儿把他抱到厕所，我喂他，偷偷喂他吃，好吗？头头现在坐在我的体重器上，感觉我的体重器太亮了。就是在除夕不在的地方，偷偷喂给他。偷偷几斤？我看看啊。坨坨，哎呦，让我称一称你几斤。坨坨瘦了，坨坨瘦了，坨坨14斤了。哎，怎么了？是谁送的？对不起，给坨坨称了一个体重，错过了。谢谢喂喂喂，西西只是应激。哦，谢谢谢谢你刚刚，好的好的，知道了。当然知道它是应激，没有怪兮兮的意思。加上你的那个 ID， 感觉像在凶我。好嘛，知道坨坨兮兮是应激，没有故意要凶，它是在保护自己。坨坨瘦了，我的第一反应是。去洗澡的时候就可以算成普通猫猫的价格了。我哪有，我眼睛这么大。好的好的，立马多吃点，给我多吃，狠狠的吃猫跳，给我回到16斤，是吧？免得下一次去洗澡，老板自然而然认为我们坨坨是16斤的猫，胖猫猫就会贵100块，好像，可不能浪费了。晚安。
二十斤只是想给他买一个大大点的厕所，因为他总是会上到外面去。除夕不知道，没法给他撑，现在光吃不胖的猫粮，就是应该是那种，我觉得是那种绝育猫粮，有吗？猫猫洗澡是比狗狗贵，好像是吧？处方粮，谢谢。是那个厕所的问题，是是是。坨坨就是总是会，就是撅到外边去。谢谢沈梦瑶的海外粉丝团的999，谢谢海外粉丝团的喵战队。哇，谢谢沈梦瑶海外粉丝团的999，谢谢谢谢。是一群人吗？还是就一个人？好，也不早了。哦，一群人。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谢谢你们 ，very much。海外粉丝挺多的。Let me think. Very thank you, very thank you. I know you. Yeah, I know you. 唱首《In the Dark》。不管是 in the dark 还是 in the light， Thank you for liking me, loving me。 对啊，不是我录的音，谁录的？坨坨录的。哇，什么？谢谢夸奖哦。For 是介词。我刚刚说了什么东西来着 ？Thank you, honey. Honey, you are so sweet. 哦，I'm so lucky because of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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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you. So I think I'm very lucky. I hope we lucky every year, every day, every time. Lucky, lucky, yeah, yeah, yeah.在疯狂
疯狂的，怎么就有泰国味了呢？Yeah, I know. My English is very good. 谢谢 ，Thank you. 谢谢。谢谢 ，two one eye for think, one think for 执着。谢谢 ，thank you。谢谢 ，CHICHOOPP 秀，谢谢。감사합니다看不懂 Thank you, thank you 其实我录音的大的时候，老师就是让我去像外国人一样，像个外国人一样说话。哦，音的大就是要有这样子的腔调。然后呢，我就这样子说话了，他很满意。现在大家好像也非常的喜欢。我的老师 very very 的重视这个音的大。还说一定要有外国人的腔调，看到大家非常的 like， 我也非常的 happy。突然起调，突然很凶，对呀，很凶啊，一直很凶。对，眼睛有一点点痒。谢谢 Two One 的投票。给你又起了个英文名，开不开心？谢谢 Zia Lee， 谢谢。Double One， 哦，好专业呀 ！Thank you，Thank you， 谢谢你的 notice。好的好的，会戴好口罩的。欢迎收看上了个课 Miss S， 对，现在是我们的新的专栏。You have bing bing eyes. I know bing 是指一种食物，是一种豆类。不要以为我看不懂。我知道bing是什么意思 ，b a n， bing bing b e a n， bing
名词豆子，还是有印象的。学废了吗？冰冰，谢谢 ，Thank you， 西陀的甜宠 Daddy 瑞瑞，谢谢。I'm a big, big eyes. The big, big eyes. The big, big eyes. The. 听过吗？我写的歌哦。没有听过吗？居然这首歌都没有听过。就是这么唱的呀，有水有水。我的英文名字叫 Miranda， 听上去是个非常厉害的人，女人。Miranda， 你英语老师也叫这个，其实是我化身的啦。白天偶尔会出去做点兼职。对。不是马兰达，是 Miranda， 听上去是一个会涂着豆沙色口红、画着烟熏妆、头发比较卷的、踩着高跟鞋的人。有没有那种感觉？一定要深红，不能什么番茄红啊、玫红啊。要暗色调的。很 dangerous。危险危险危险。不是紫色，是危险红。鸡皮疙瘩起来了，老是砖红，想象不到吧？想不出来，没想到是我吧？我像 Viper 一样神秘，所以大家总是琢磨不透。谢谢，大喊瑶瑶比天仙漂亮，嘛嘛。谢谢 ，I know， thank you， 仍然还是要 thank you very much。好的 ，good night 啊 ，see you next time， see you， 谢谢 ，211。唯一尖叫鸡小度是憨憨。晚安晚安。那我也要再过个，我到 48 的时候关掉这个直播，我也要去 sleep 了。没错，再过还有三分钟下课，好吗？对，我知道，他形容我更加的漂亮，我的戒指跟我的项链。
fifty 可以吗？也可以啦，不就两分钟吗？好的，那我就再拖两分钟。作业嘛，就是大家早点睡，毕竟我也不是什么正经的老师。谢谢，谢谢投票。土豆的猫条肯定会记得的。对呀，不会布置作业哦。谢谢。空调已经很高了，25度。对，会去 take a shower 的。不冷，25度，不冷。明天还上课吗？明天就不一定了。明天晚上还有工作。不要揉我的眼睛，有点，我困了就会想揉眼睛。今天洗 hair 吗？不要问女生她有没有洗头，回答当然是一定会，因为有工作。谢谢小石头、瑶瑶、玉三板，谢谢耶。坨坨，干嘛？你坐在那？你是在等猫条吗？坐在那里。后天可以，后天是不是公演？谢谢 Stranger B S O S， I know Stranger 是陌生人的意思。谢谢 Hello 陌生人，谢谢211唯一尖叫 Chicken 小度是憨憨，嘿嘿，谢谢小兰。早睡早起，身体 healthy。 谢谢，哇，可以啊。对我的智商期待值就这么低呀、啊、原来。明天要早起。是 big big eyes， 我的 big big eyes 总是会非常的困，然后就会想要揉它。真的假的？这样就能出国玩了？恐怕不行。哇，现在要去练舞了，加油哦。好的，会 drink water 的。好，大家 drink 一点点 water。 谢谢211唯一尖叫 chicken 小度是憨憨。Good night, good night, 晚安。好，要去喂坨坨了。对，要保护好我的嗓子，毕竟还要教课嘛。晚安。谢谢，谢谢投票。晚安，拜拜哦，拜拜。Class is over. Stand up, please. Goodbye, teacher. Goodbye. 拜拜，拜拜。我关了哦，拜拜，拜拜。